盘点全网那些托尼理发翻车名场面。还得是你，还得是你姐，就你姐那瓶子。哎，鸟哥哥要剪个什么头？给我来个日系小哥哥的。日系的。嗯。你给我多带点人啊、哦！好，谢哥，谢哥，你也多叫点人，别说我欺负你。这发型好看吗？好看啊。哪好看了、啊？这么丑。你的丑跟发型没有关系。二哥，你看这个三角满意吗？这什么三角？我不让你按照给我按照这视频里给我搅吗？视频的三角。什么三角？这是人家暂停键，这是个暂停的那个键子。不是这个表，这个三角，人家没有这个播放的时候，都给我弄了个大哎，没事，给我给他头上贴个单条，我在你这基础之上给你改一个日系风格，改毛的日系风格，改日系风格，我这做动的太久，剪得满意，八嘎呀！谢谢你啊、哦，今天要剪什么样的发型？从小到大，我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，我不想再剪那些乱七八糟的发型，你给我剪一个比较传统一点，传统一点，哎，好不啦？行，好，帅哥，现在这个发型够不够帅？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，天子脸上又不会。哎呀，这是哪？哎。你别笑。啊！蹦蹦蹦。你好大哥，今天剪个什么发型？把旁边剃光就行了。嗯，你确定把旁边剃光？嗯，对，你先弄，我有点困，先眯会儿。好。大哥，旁边剃光嘞？你是动都没动啊？剃在哪里啊？你不是说把旁边剃光吗？兄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咋搞错了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来抽抽抽根唇子。啊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拍我的巴黎，你的脸那么贴近。大马哥，今天还像以前那么搅呗？不，你今天给我搅个年轻点都行。咋的了？俺家楼下有个小少妇，我看得有40了，每次见我面都管我叫大爷，都没把我气死。啊，要多年轻啊，大马哥？要多年轻有多年轻，越年轻越好。好嘞，知道了。这什么红孩儿啊，你信不信我吐一口三元镇魂，我烧死你。你好阿雷老师，
给我男朋友剪一个成熟一点的发型吧，他现在发型太幼稚了，跟小孩似的，一点都没有安全感。你确认要剪个成熟点的发型？确认，你差钱。越成熟越好。对。这你别笑。Guys, I'm going to get a haircut. I'm so excited. I'm gonna look so good.剪了头发就可以了无牵挂，这一半头发给我拉下，拉直能挡住我的眼睛，中间给我剔个坑，硬币这么大小，后面用发条打起来，像避雷针一样啊，就这种状态。那种叫炸发我剪不了。你能剪？我真剪不了。你有这个实力。为什么？上回就是你给我剪的名。哇哦，大哥的发型真好看。哇哦，好看归好看，我不想买单。哇哦，你不买单你试试看。哇哦，你能把我怎么办？哇哦，我兜里有把金刚钻。哇哦，那老板你说了算。这你别笑。坐下转一下眼睛吧。你家没有别的理发师了吗？那我都干活的吗？那你这脖子不能动弹，你能剪头吗？我脖子不能动弹，我手不能动弹吗？行行行，剪剪吧。还能剪发吗？哎，稍等会儿啊。喜欢可爱一点的还是喜欢洋气一点？洋气。洋气是吧？好，行。那让你那个爷爷奶奶都不认识你，让你爸爸也不认识你哈，改变特别大哈，让你同学都不认识你，那开始改变了哈，肯定好看。往事如烟呐，时隔多年。等一下，你这是在洗头啊，都在练武功啊？这力度要够啊，力度够是吧？来，你坐一下。喜欢力气大的吗？都是给这样给个人洗头了是吧？啊？舒服吗？这样给人家洗头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年轻人，你大哥都洗。老板看一下感觉怎么样？
你这是油头啊，一点都不油啊。哦，你要油的话，那打你这个。这等一下，你这要不要钱的？哦，那加五块钱嘞。一盒嘞？一盒是100。来一盒，家里要用。哦，那现在要用吗？肯定要用啊，越油越好。哦，好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你觉得这样够不够油啊？你这是给我包了个浆啊！老板，你说要油一点，然后我就把你眉毛也顺便弄了一下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明天我多叫几个人过来。哥，今儿做个啥造型啊？你先把我的龙头给我抬一下，晚上我呢就要出去这个 happy， 等给我来个比较干的一个头型，行吗？哎，一定干，一定干。啊、好嘞，给你戴个眼罩啊。哎哥，醒醒，坐好了。嗯。哥，这是本店最新研究的发型，叫春。你看像不像万物复苏，小草在生长？哥们，我一会儿出去玩啊。你试试。我感觉老弟啊，这个发型太欠妥。我要的头型是比较高昂，但不是说高啊、哦，懂吗？你再给我整一下子，行吗、哎？哥，你再睡会儿啊。嗯，哎、好嘞。老弟，你那个什么意思？这个是老弟在春的基础上加了把唢呐。你说哪儿体现出高昂了？哥，你摇就知道了。怎么了？不是老弟啊。哎，我总感觉哪块不对呢？多高昂啊！就是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说的 happy 吧，是晚上我要去酒吧，懂吗？啊，哥，你早说酒吧呀！老弟误会了啊，哥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哥，你再睡一会儿啊。这我们整完美了啊！哎，好嘞。哎，哥，再醒醒。啊，行，好了。哥，这是老弟为你精心设计的啊，名字叫自带酒水。去酒吧是非常的合适。老弟，这个平衡掌握不好，这个头型费点劲呢。老弟，给你扶着呀。不是，我一会儿去酒吧。老弟，跟你去呀。老弟，跟你去呀。走吧。哎，走。我今晚我就给你扶了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